生出来。Kina， 本来以前我还需要借你这个用。快点有 baby。我们这里是一个番外篇。果然就是他性爱特别厉害，所以我动了你一点点，你就哎呀。放心，我们的孩子会是高颜值，因为我颜值很高。难道这位就是韩小爱的？你是我的海，我要抵挡你。嗨，美女帅哥们，欢迎来到巴厘岛。哇，是不是这边的 set up 也是很有下功夫哦。OK， 来排队排队排队，这边有食物，节目在这边安排的。哦，这个主持人是 Cedric。我们等一下很多时间拍照啊 ，Instagram、TikTok 啊，我们要请出我们的今天的男主角 Vincent。他说他用了一生的精力来学好这个舞蹈，你很会跳舞是吗？然后他请了国际有名 international 的舞蹈师 Kid In， 哦，然后还有谁？还有他的未来家人 Gaston， 当然还有潮服的总裁 Jackson， 说。李博，你已经在哭着。皮音等下应该要受伤啊，假假受伤。哇，一讲就中。等一下 ，bro， 等一下，那音乐 stop 掉先 ，bro， 我来。演技大考验，我会把镜头放在伊娃脸上面。慢点。要那个 magic 的地方，带他去。等一下，不要动他脚。我才不相信 Kid In 做不到这样简单的动作，那虽然我也做不到了。给你们看伊娃的表情。把我们继续先看 slide 先，然后给他们处理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好不好？OK， 不好意思啊，你们配赛程，不好意思。我们有请今天真正的男主角出场。哇，有人已经哭了。哇 ，Kid 要跟他求婚了。来，各位，我们要让开给他们这个 moment， 好不好？哇，有一个遥控汽车载着盒子来，里面装些什么？哎，你们现在听到我声音会比较大声，是因为我的嘴靠近麦，其实他们前面完全听不到我在讲什么的。对啊，这是我给你爱的宣言。哇。里面装什么耶？里面装什么耶？啊，不用想，我知道应该是戒指好了。啊，李萌，心里知道就好，不用读出来。对啊，这个喜欢活动是我一点一滴。我的宝宝在后面哭。我希望这颗戒指将会是你心目中最闪亮的那一刻。哇，以往哭到很惨。我现在想要对你说，蔡依文，想要向你求婚。你们不要嫌我烦，不要嫌我啰嗦，我这样一直讲话，还是我要盖过后面的背景音乐，不然等下这个影片中版权就没有钱赚了。我后面讲这样的话，一定不会中版权了。求婚吧！嫁给他！又再把门槛拉高了一个两个。
男女主角骂一下泪水和汗水都不分不清楚了。这些就是他的家人全部献上了祝福。我不敢说阿韵是最好的，但是我相信阿韵会做到最好的。祝你们幸福美满。哇哦！李邦的妈妈。男的有人要娶你了。我的辈子要找一个男伴去了，阿韵辛苦你了，女人福满满。李邦的爸爸，不过呢，你要记住爸爸的这句话，除了孝顺父母，也要孝顺养父，知道吗？除了要孝顺啊，你要对你老公要好一点啊，知道吗？你要交代的话，就是要交代给阿弟啊，阿弟，弟弟，你是讲真的，其实我听到你那个名字，真的很难听，就你会很喜欢听，毕竟弟弟，我觉得这个名字不好听。哎，我平时跟秋文都more than这个了，这样很不够诚意耶喂。舌头，舌头伸出来，舌头伸出来。我们的 video 全部会出版权。对，因为那个歌的关系。恭喜，开心了。来，我们男生也要，你记得没有？来，趁现在我们还有个问题啊。谁是在你的 Instagram 问你kick in 是去巴黎跟你求婚那个？是，不知道。有一个，你不认识了？有一个人蹦，他谁？是啊，蹦谁了？现在讲，哎呦，你不要问他。你知道他求婚了多久吗？你知道？你还记得有一天你跟他吵架，在求婚的表那个生日那一天，你跟他吵架，你一直骂他不关心你，因为他在烦着怎么样跟你求婚，你知道吗？对。去喝酒咩？我们对呀，对啦，你会跟他去赌博咩？全部都是骗的，对啦，哎呦。他每一天哦，都是他就先约我，你知道吗？一直跟我交代，讲说啥要得空，就因为要跟你告白，然后你跟他吵架，你没有关心我，在这边你还没有关心我，你一直跟你没有关心我。对，包子，你要拿他电话，他不要给你，因为有我们的一个秘密的 group。拿我电话来看了，他电话换 password 了。对呀、啊，好了，所以就到这里一段落了。他们先去休息，等下我们来看会发生什么事、啊。然后我讲了 ，It's a prank， It's a prank， prank proposal。让海多哥绕去骑摩托，骑一下，不小心撞到鼻子，还有他的脚，你看他的血露出来啊。不过不用紧啊，他钱多。哇，这里也中啊，不过要小心喽。所以他的老婆也心痛一下。对。不过是开心的今天。对呀、啊。啊，当海老板娘就有说，其实告白不用做到这样辛苦，做简单也是 OK 的。但是邱文有跟我讲过一句，这次他看到人家做到这样啊，他没有这样羡慕啊，他不需要这样不开心啊，因为至少他也拥有过一个、啊。来，如何你的心情？几卡？哇，还比我的大嘞！当人妻了，哇，两卡。可是你还没有结婚，明天就有了，注册了。做一个小一本，耶，小一本，耶！你看，现在一本打扮美美出来了，哇，一本。要摇一下，你回家要，你回家要，你
我讲他不应该忘记啊，我的胸是平的，所以他买这个。你又讲你有比较大的。有小。那。那塞进去，塞进去，塞进去。对，现在大家一起走过去吃底那个地方啦。这里就是我们吃底那个地方啦。这边有很多气球，白色的布置，白色的设计。然后这里很明显就是给 Yvonne 跟 Kian 做啦。然后辛苦 Cedric 安排到这样完美的一个晚餐啦。好，然后这里呢就是他们坐的地方啊，就两个假单身，对，一个真单身，对。请帮我脱单，来吧，来。我在找女朋友。我的观众里面呢，有谁喜欢碰地这种料的呢？请留言跟我说。有才艺，又学问，又帅，又钱。我刚才看到 Clarence 拿出来，我以为他做效果，原来真的每一个人都给一条项链。哇，这边呢他们就有一个舞台，过后会有一些表演啦之类的东西，听说等下还有一个小惊喜，看他们会安排些什么。谢谢这一次其中一个赞助 Love and Core 赞助了这样漂亮的场地，让 Kian 的求婚顺利的进行。然后现在我们吃东西的地方就是这里，这里呢就是大家可以吃 buffet 啦，大家都已经在那边装食物了。我们先看这边有水果面包，这边有糕点，也是有水果，然后这边有一些香料，一些姜，一些水果。我们看这边有 sushi， 有饭，有 salad， 有饭，然后这边有很多人跟他们遮住好食物。我们看一下啊，就是主流的东西啊，这边。然后这边我崩是什么啊，这边有三包，有薄饼饼干，有 king prawn。然后这里他们装了很多食物，这边会有烤东西啊，像烤的小焖。哇，这边有烤小焖呢。OK 啊。Thank you。然后这边呢还有很多食物啦，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肉碎蒸红豆。哦，这个是肉碎红豆。这个 cheese。然后这里呢有猪肉，有 seafood， 有。Vegetable Laksana， 所以食物的环境大概就是这样大了。这个就是我今晚拿的餐点，然后今晚会跟美女用餐，还有帅哥 Alan。这里我们还以为哦，上面它有装那个喷水的东西，其实这里没有装喷水的东西了，是刚好下雨，然后这个灯呢把这里照得很漂亮，然后大家就在这里很 enjoy 的 chill 着。恭喜哦两位。哎，我真的觉得哦，下次告白结婚啊，我们的歌轮着放啊，都放不完。哎，真的，忽然觉得我们很适合，哎，真的，能再做一个 melody。各位，以后虽然我们是有钱，但是以后你们有什么忙，我一定全力帮忙。你很有钱了的。其实你每次问我，我爱你多少%？我爱你3000。每次都我爱你60000。120%。然后你就会每次问我为什么？因为我想要跟你说，其实你就是超越180。在我心目中，从第一天到现在，我每天都对自己说我爱你120%。然后哦，我的宝宝也哭啊！不要哭，宝宝，不要哭，不是我讲的这些话。你才知道幸福这两个字的意思。你这个人笑这样，你不会残忍一点啊？你啊？我希望今天过后。我的这个戒指能绑着你的心。因为3年前告白的时候，我是用脚链绑着的脚。对。然后我今天我想用这个戒指绑着你的心。对。这个又另外怎么爱，是不是？哇！我今天再回家把手铐了。哇！我想要说。我
他的宝宝爆笑哎、欸！只要我爱你，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语言。啊！我感动了！李文，到你的告白了，来，李文有准备。李文呢？我希望我除了爱你之外，还可以一直的照顾你。谢谢你这一次求婚的自己，真的是很 surprise。I love you。我不会讲。因为可能下雨的关系呢，很多节目被迫取消，我也是在赶。跟你一样、啊。对对，我听说还有直升机会来了，全部都取消去，太可惜了。对对对，有两三架直升机一起来了 啊。那除了他们两位讲，你们朋友们有没有一些话想送上给他们的？来，威胜来。Best man。是，掌声鼓励啊！他还拍写。对对。要结婚了。他们在结婚哦。OK， 现在到我了，放回来。恭喜他们两位咯，因为二月十四号的时候我们的生日在面这里，所以我们的 P 呢被 P 要忙的李克留在家，然后他的确一点点不开心啊，很好的有电影啊，我不懂是真的假的，然后你给我买花烟，还有去喝酒哦，我们你现在就祝他们有很多恩爱哦，然后掌声鼓励之后我觉得以往跟李英很配啦，不过以往也很有本事，因为在这样多竞争者当中锁住我 Kevin 的身，绑住我 Kevin 的位、因为 Kevin 条件也不错，但是 Kevin 也很有这个性也很有这个福气可以找到以往，因为以往很乖很帮得上忙，对吗，也会跟 Kevin 交流很多东西，教 Kevin 很多，帮助 Kevin 很多这样子，然后我也希望你们可以跟他来顺顺利利好好的走下去啦，因为 Kevin 太帅了，太危险了，李光你很美哦，李光你很漂亮，李光当然也很漂亮，因为我穿李光比较少，我不知道他外面多少追求者，但是我穿李光比较多。哇！不好意思，刚刚我哭了，太大声了，没有求婚。有影片，有影片，我看到了。因为真的太感动了，我哈哈哈哈哈！我终于有一个比较好的朋友被求婚了，因为我的全部女生朋友都没有人被求婚，然后终于有一个比较好的被求婚了，然后是一波，恭喜你，然后谢谢你在我去 HSA 的时候，有陪我啊，教我跳舞那些，然后，他们在这边准备好 position 拍一些浪漫的画面呢，然后我就要进去开灯了，这里有一个 love 很浪漫，过工作人员在这边拍他们，所以现在我们回家休息，先冲个凉，可能你们去看啊，不知道耶，Kevin啊，本来以前我还需要借你这个用的，现在不用借了，你可以直接伸进去了，自己心知肚明，所以大家就在这里 shopping 买一些等下会用的东西，我们这边为了安全起见，晚上不会肚子饿，我们就拿这个放在这边，再拿多一个安全起见放在这边，这个是给二十人的分量的酒吗？啊，你讲太多，你讲太多，你以为我不认识你？你是 Steffi 战衣满呢，哎，这个完美了吧？身体健康哦！啊！对，万家祝你健康赚大钱！耶！第二个就是快点有 baby！ 哇！好了 ，OK， 一二三，哇！
哇！我跟你们讲，不要讲爱哭啊，你们早午安。午安，今天直接跳过早安，是因为现在已经下午了。过后今天呢，我们就好好的休息，一睡就睡到下午，然后我们的旅行箱什么都丢到这里乱乱。然后其实我还是没有梳洗好啦，因为等下我就要上去那边去试试那个泳池去下水。然后我的宝宝呢，现在要去煮东西给我吃。宝宝他们在洗泳池啊，他们在洗泳池啊。虽然楼下游泳池在修理着，但是我们不要灰心，因为这里够大，它楼上应该还有一个游泳池。哎，很好，没有在修理，就下这个游泳池了。够其他人呢，一部分呢已经去了巴黎 swing， 然后今天比较累啊，不想去巴黎 swing， 所以今天我就在这边休息，看还有什么人在这边吗？没有哎，空无一人。看到这样漂亮的泳池，忍不住想马上跳下去。宝宝，我有发现到哦，这个泳池哦，它是越走越深的，你知道吗？啊，很恐怖哎！你看到这里是这里，但是还可以再下的。你会不会到那边头也被埋掉了？有了用，我梳洗一下，我宝宝煮好东西给我吃啦。不过我自己吃到剩样子，所以其实没差。其实很少，本来就对，其实本来就很少，他再吃一下就剩量少，不过可能随便吃一下零食就撑了。等一下五点我们就会去一个旅游景点叫 Rock Bar， 所以这个就是我健康又很像不健康的早餐啦。哦， Clarence 醒了，没有要醒很久的，我吃的不健康，早餐也是 Maggie 面哦，和一个 Sunny Side Up 蛋。你要我帮你拍照是吗？要，我现在去打扮去吧，打扮美美，我帮你拍，乖。好，所以现在我帮我的宝宝拍照，来，三二一。这边你来一张，三二一。OK， 来看。OK， 三二一。我今天的穿搭啦，现在我就叫我的宝宝帮我拍照，我就戴了这个超大顶的草帽跟圈。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家。今天呢，就要带你们来参观我的家啦。这个呢，就是我家的游泳池。那这边看过去呢，就有一个一望无际的大海。平时呢，我都是在这里游泳的。现在是6:30下午，天气很完美，阳光很好。然后我们没有去巴黎 swing 的朋友呢，现在就坐着这辆车去 Rock Bar。然后小爱就在继续 vlog， 要单身跟他结婚。OK 吗？你能接受吗？他是一个老司机耶。哇！小爱也是老司机。对。老司机有分两种，一种是老司机，另外一种是司机。一个丑男跟美女在一起，就像我跟秋恩，就变成他是包养，他是拜金。然后是小糖糖。没有啦，我们是一个，我们这里是一个番外篇，小小小小谈巴黎，小小谈精精简。那如果你觉得我跟一个丑的人在一起的话，会是怎么样？一定是包养，一定是他有钱。对，那你要变拜金女啊？万一我们就是一个很丑的，可是你看得出他好像是没有钱的。恐风为了广灯，不然你就是眼睛高塞，不然就是他性爱特别厉害。对。都是他们可以拿钱，对呀，因为小白脸，对，我的最后一任是没有。哇，所以你，所以镜头里面是可以放你有了几任的是吗？哦，因为我现在在 roll 着，你知道吗？可以啊。哦，哇 ，steady bomb baby。没有人懂啊，哪句话哪句话讲真的，那种哪句话讲假的？真的嘞。对呀。跟谁模一样？对呀。通常在性爱的时候，我都讲假话的。你很厉害，你很厉害。给男人信心哦，给男人信心，你就让我来这世界。对，不要这样。你看，你看，你铺这种路出来，好铺不铺？上次第一次跟我讲的，厉害，你要这样去我就知道了。然后我就跟我讲，他就要给你信心，我就哼，是你那一天第一天讲鼓鼓的 ，OK？ 还没有看过巅峰，你看过巅峰，你会点又疯。所以说我动到你一点点，你就会哎呀！玩完了、啊，你以为？哦，所以我们到了 Rock Bar， 走，我们进去。
哇，他拜你耶，管你妈！你看，人家拜你耶，人家知道你是管你妈耶。现在呢，我们的梗就是说 Gini PY 长得很像管你妈，所以是秋文讲的，因为我昨天绑了一个椰子头这样子。对。哎，你看现在全世界就叫我管你妈。晚上有晚上的美，在这里有你最美。我想要拍照。可以啊，晚上也可以拍啊。真的吗？我想要去拍那个夕阳。妈，我们去买那些东西。所以你还要拍照的吗？他们就这样走进来买衣服啊。哇，这里有的坐缆车了。对。我的妈呀，这里太美了。在这个夜景的下面呢，其实有很多那种喝酒的地方在下面呢。不过这边呢就是那种海哦，看到吗？那个石头有浪。哇，我们进来这个缆车，哇，这个缆车这里是没有玻璃的嘞。哇，哎，我觉得这个缆车是硬硬座，明明走阶梯都可以走下来的东西。想给我们有一个仪式感。哦。这是女人家的浪漫，谢谢，就好像你那个告白也是硬硬做的，还是用做的。哇，大家都坐在这边呢，帅哥美女都在这边。喂，嗨 ，Dr. La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这样子看过去超壮观的。Cheers！ 我们吃着吃着，一半突然间老天下雨哦，所以怎么办？这边的人开始拿雨伞了。这里原来吃这一半可以拿雨伞的哦，我就看。吃的时候会奇怪吗？所以大家就这样撑着伞吃晚餐。现在雨又在停了，所以大家就把雨伞放下来。Happy birthday！ 这一餐我们吃到来要12 million 呢。哇，小爱很有钱，小爱在算钱。所以我们回到了家，来到这边，哇，大家都准备下水了，很多性感美女穿的泳装，但是很暗啊，拍到不清楚。3, 2, 1, 来啊，拍这了，来。哎，真的可以。来，现在我们来看这两位，好像新婚夫妇这样子，从头黏到尾，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是要在这边 feel 一下睡觉的感觉吗？大家现在玩完水哦，就上来吃下东西，休息一下。所以今天醒来了，这个是我今天的小小的早餐。然后 Steffi 当还帮我们拍了很多照片哦，他帮球员拍了很多照片。不要破手，不要不破手。很谢谢他。然后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哦，现在大家就要拿行李箱放上车，然后去机场。终于要回去了。哇，我们来到机场，我们一定要用口罩哦。对，谢谢 Daxon 有带 extra 的潮牌 Supreme 口罩。Supreme 口罩，来来来，明明有口罩的，但是还要 Supreme。来来，教大家怎样正确的用口罩一下。深色在前面。对。然后就这样子的。对。然后就按着鼻子，对。然后往下拉。哇，太棒了！谢谢 Steffi Model 教我们如何正确用口罩哦。这边有一个 baby，
过后去文的少女心就爆发了，因为她的女性的荷尔蒙很多。没有怎样，小爱要生一个吗？小爱可能的确没有对象可以生。如果要跟小爱生 baby 的，请在底下留言讲说，放心，我们的孩子会是高颜值，因为我颜值很高。嗨，我们的 friend Steffi 跟 Alan， 还有宝贝，没有你小智可爱，渺小玲珑，没有看到。现在飞机已经开始起飞了，我们差不多要飞3个小时才能到 KL。到了过后呢，我们可能直接去吃海底捞。KL 见。他偷看你耶。很快，你才是个 baby 就坐两次飞机了。对啊，而且没有哭，很乖耶，这个 baby。这个是伊利 baby。伊利 baby。因为他爸爸是伊利家，他妈妈是伊利车。哇 ，Steffi 很有名气耶，这样多人认识，棒棒哒。哎塞，谦虚。对，我讲你的影片是超快，而且我看到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本来预计说骗以往的画面。是啊，人家会真的相信的。我还没有看，所以你整个影片在铺这个。在铺这个啊，因为这个是上半集啊，因为要去给 Key in 拿 profile 过后去谈 sponsor 啊，因为这个 trip 真的是太贵了，而且不到2天哦，你就上了嘞。对啊 ，OK 啦，那个收视率还好。对啊，对啊。那个收视率是我目前以来最快的了，沾 Key in 的光。厉害的了。谢谢。期待你们的。喂。最近很注重健康哎，哎，难道这位就是韩小爱的朋友吗？男性朋友吗？哎，去个巴黎回来，终于有男性朋友了哎。这么你拍过咩？从那边没有来对呀？对呀，还有人我就拍了。你以为我像你这样有钱啊？你以为我像你这样有钱？唔使走啊！什么？我有钱？我是有钱的，我只是老公有钱。你要买啦！哇，我蹦有顶到他表演吗？刚才。哇！帅哥，扫这里，扫这里。哇！欸，配合度高哎，这个帅哥。男孩，这个帅哥问他要出要戏的，你比较喜欢出还是戏？都要出，都要出。Steffi 比较喜欢出了啦。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哇，这海底捞求婚啊！哇哇哇！哇！你是我的海，我要抵挡你。好了，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里了。我们就在我们的朋友的陪伴下，一起开心的吃完，一起开心的做完这个影片啦。那么，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也可以按过去订阅我们 Steffi， 他本身也有 YouTube channel 哦，你们也可以过去订阅他。也记得打开小铃铛，点赞分享。我们下一个影片见，拜拜！新婚快乐！哇、哦！新婚快乐！你的梗还要做多久？已经过了不是？好，谢谢。